15分です。15分です。はい。大家下班了吗？应该还没，快下班了，加油！再一分钟，再一分钟，一些人就要下班了，还有一分钟，再一分钟，有些人还没。大家晚安。真好，明天就不是了，明天就是中午12点的固定直播。因为我说从就是到毕业之前，如果那天没有特别忙的话，都会快闪直播。如果没有固定直播的话，嗨，大家晚安、午安、晚安。我真的是觉得，我从泰国回来之后，应该说我从泰国开始，我的胃口就突然变小了很多。我今天回来想吃就宿舍附近一间很好吃的牛肉面，就想说好像很久没吃哦，然后我就去吃，然后我原本一碗都可以吃完，但我竟然吃不完呢，而且我也没有吃早餐，我就今天目前就只吃了那么一餐，但是我也没有吃完，真的是非常的 sad。然后原本以为我去泰国之后回来可能会变胖，只是想说我去泰国应该会暴吃，然后可能会胖蛮多。结果我回台湾变瘦了1公斤，1公斤多，一点几忘记了，反正就变瘦了1公斤多。在泰国真的什么都吃不下，然后一直狂拉。狮子，你想路过啊？你要看要，就是在泰国，因为我在泰国5天，然后就看到从在泰国第一天到第5天的照片逐渐消瘦。狮子，你长得可爱啊！像美人鱼，我之前不是讲吗？说好的，不是说好了吗？原来单方面在意这个诺言的人只有我，原来只有我在意这个承诺，太 sad 了。靴子，小丑竟是我自己。妈妈妈妈妈。卡哇伊，大家下班了吗？应该下班了吧？5点了，封面，对，大家，我的封面是我的奇迹美照。请务必注意，这 是我的奇迹美照。原来是你的榴莲，晚安晚安。大家不知道听了音乐了吗？大家听了吗？听了11月的脚链的音乐了吗？如果大家听了的话，请务必注意。我觉得我们音源跟日本比起来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跟本部没有的。本部没有的地方，就是请大家特别注意。遗憾的心愿，然后超级长，拉超长。遗憾的心愿，大家务必注意那个地方。其实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就办了一个选拔，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选拔，反正那个我们的录音师维杰哥他说："来，我意向我们现在来玩个游戏哟。"我说："哇，是什么游戏？"他说："我们来拉这个心愿，然后看你可以拉多长。"然后我想说："哇，这是一个什么？"遗憾的心愿选拔吗？就可能拉最长的前五个人可以进入这个选拔之类的。遗憾的心愿，大家可以注意听听看那个地方，就是蛮特别的。谢谢老沙的红玫瑰，遗憾心愿选拔。
们来玩一个游戏。对，我居然可以帮，我真的没有想到我有一天居然可以帮钱绑头发。除了 Look at 的那个猫咪头之外，还有可宁的可宁最后一步的辫子也是我帮忙绑。那我这次帮他们绑头发的时候，我想说，如果你会痛的话，请一定要告诉我，真的是很怕弄痛成员。因为他们头发就是小心翼翼，但是又不能绑太松，因为如果我给别人绑头发的话，我也不希望别人绑太松，就绑太松就会没有那种安全感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要绑紧一点，但是呢又不能弄痛成员，就是小心翼翼。没有想到我的技能有一天居然可以在这里用派上用场。欸，他们问我说，欸 TP 也是自己绑头发吗？我说 Yeah, the same, the same。谢谢科技的缘分相遇。十一月的早恋，我对的肩。狮子在干嘛？谢谢小公红玫瑰。对，如果大家还没有听过音乐，或者是大家可以再去听一次十一月的早恋，可以注意那个地方。而且呢，就是因为我在泰国一直狂拉肚子，反正我就真的很想喝椰子水，但是呢，我妈就觉得就是因为椰子水是凉的东西，然后就是觉得我不要喝比较好。我说好吧，所以呢，我就回台湾买了椰子水，好贵哦，台湾的椰子水真的很贵。我近期的椰子水是在台湾喝的，真是太可惜了。十一月的教练，我对你的牵连，到现在还舍不得拆卸。那是你，谢谢伟的蘑菇炸弹跟霞光的红玫瑰。大家可以看我的 IG， 刚刚 po 了一个 reels， 现拍现发的，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跳。我期待看到粉丝一起萌萌萌萌哒，好想看哦，好想看哦，好想看粉丝一起萌萌萌萌哒，希望可以看到粉丝跟我一起翻跳。等你们哦，好不好？狮子。赶快怕，等你们，王一家自编手势舞，一讲嘎亚达诺嘎，什么是亚达诺卡？亚达诺卡，不要乱许愿，我期待大家在公演的时候，好不好？在公演外面一起萌萌萌萌哒，萌萌。我爱你就像蜜蜂爱，而且他，我觉得他好厉害哦，居然就是自己唱出了男女对唱的感觉，这个就跟我一个人唱屋顶是一样的感觉。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在屋顶喊我爱的人，哒哒哒哒哒哒，浪漫的夜晚，拥抱这时刻，这一分一秒，全都停止。爱开始纠结，在屋顶唱着你的，在屋顶和我爱的人。好，期待大家跟我一起萌萌哒挑战，教大家。我爱你就，这很可爱，我觉得这很可爱，这个很可爱，这个爱心花式好不好？大家跟我一起学花式爱心。我爱你就像蜜蜂爱上花。付出所有的青春年华，哒哒哒哒，做 Look at 头 ，Yes， 嗨 ，Look at 跟可宁的头发，跟小阿光的缘分相遇，而且他们的头发就很长，很滑顺。Look at 头发真的好长哦，我想说，我好像没有绑过那么长的辫子。谢谢小阿光的缘分相遇。牵着我的手，一起出发。
没有这个滴滴嘎嘎电风扇。今天要开始练习了，要开始那个了。默默，你紧紧牵住我。大家这个礼拜公演见，礼拜五就要见面了，礼拜五跟礼拜日，期待。七彩甲不是是电风扇，这个宿舍19楼有蟋蟀也是一件蛮特别的事情。谢谢芳芳的缘分相遇，对，是握手会的工作人员，后台工作人员，帮他，我帮很多人拍了很漂亮的照片，我拍了一张马命的奇迹美照，真的超奇迹的，就是有刚好有蝴蝶在那里，然后就是他手这样子，然后蝴蝶在那片，然后我想说天哪，也太奇迹了吧，就是一张很奇迹的照片。谢谢空眼无缘套图的萌新会员票。被娜娜医生看诊是什么样感觉？是心动呀，是心动的感觉。糟糕，眼神，而且他还自己去刺那个绣，哎，好酷、哦！就是刺娜娜 CGM48 在他的医师袍上面。是心动呀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棒棒棒棒棒。对，而且他们握手会现场那边其实很漂亮，就是外面种了蛮多花花草草的，但是因为真的很热，没有成员想要出去外面拍照，太热了。那些蔡大胆的缘分相遇，太热了，太热的泰文，龙妈，龙妈。是心动呀，是的，哇，不知不觉在4分钟就要关播了，时光飞逝啊，大家，谢谢果酱家的缘分相遇。明天呢？明天虽然开的是礼拜，明天虽然开的是中午，但是呢，还是开一下很久没有开的火鸡汤台。谢谢小公的红玫瑰，如果大家没有办法看的话可以再补档哦，那该洗妈书曼谷的握手会，干巴的小心不要中暑，好热哦。泰国比较容易，我觉得这个长这个现在就是6月，我真的觉得是曼谷就是泰国真的比较容易融化，就算是清迈，它的纬度也比台湾还要低啊。大家觉得清迈是泰国的北边，但是呢，它的纬度还是比屏东还要低。谢谢帕特的掌声鼓励。我回来就觉得台湾天气是偏舒服哎、欸，就是台湾，我今天去买午餐，然后在路上，然后就台湾虽然很热，但是呢，是不会让你有很快要昏倒的那种感觉热，就是你不会想哦我现在马上就要抓个冷气吹的那种感觉。但是泰国现在的天气真的是没有办法在外面咧，没有办法走出去，但是呢身为一个观光客又必须走出去，台湾还是很舒服的。哒哒哒，没有比较没有伤害，是的。Trending Zone， 미마시다카 Trending Zone， Trending Zone， Trending Zone 是什么？到底变黑了多少？跟你们公演，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变黑了多少，这自己看不准，自己真的是不会，自己看真的不准，等你们公演自己来见证好不好？公演自己来看。啊，换深浅的区域啊，見てね，見てね， very big， very big， 谢谢小光的缘分相遇。先忙了，加油，我也快要关播了，要看也不会，但是呢，我在宿舍还是会开一下冷气。我现在开始了睡前吹一个小时冷气，就是我们宿舍呢都是开那个
我们睡觉前开冷气都是开那个一个小时定时，就自己关掉这样子，我觉得是非常节能减碳又可以舒服的睡着的一个方式。叭叭叭叭叭叭叭，咪得呢是这样加开，咪得咪妈是乱讲乱讲话。公演在第一排，祝你可以看得到我。哦，咪达耶，不会说日文。嗯，没有对照图，总是有变黑。你可以看我本人，你只要还看得到我，就代表还好，好不好？看得到我就还好，就没有很黑。看得到我就都还行。相信他总会抓住些什么，义无反顾，化作风一般屈服，牵手无拘无束，哪里都轻易打住。对，是这样看的，只要看得到我都还好。十五分了，大家，十五分了。大家明天中午十二点见。明天中午十二点意思我鸡汤台的是没有办法看的人，如果但是有问题可以再补当的是。拜拜，明天见啦。关不掉，好。